这为什么很大？男生劈腿就劈腿，谢谢光的，看到闪亮星就要闪到亮的。来，今天呢，我闪亮星有两个人说，如果你们想要闪亮星，都是有更好吧？就是女神降临的时候，你就看自己的表现好不好？而且我还有一个是秘密的事情。Yeah.